这无遮俗个啦，我今日讲七八块来五百块，你就买无啊？一只头就七十块尔啦，讲八百块来五百块就对啊啦，八百五百块，四个，8至500块就对啊啦，搁剩两个尔。一尾啦，安尼啦，就对啊，安尼大尾就对啊，这大尾无大尾应该看啦，一尾卖偌济，一尾盖无偌好市价啦，卖偌济，抬高头200啦，我问一下啦，涨两尾下来，涨两尾下来啦，涨卖两尾啊啦，莫讲开1000啦，开800，卖5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500块啊，来，涨三尾下来5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我分分掉就好啦，把这尾涨价啦，涨四尾500块你就买无啊啦，涨五尾下来5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500块，不啰嗦啦，6尾下来啦，500块啦。一尾给我送了500块了，7尾500块，一尾剩70尔啦。500块我有人要吃啊，500块走。没有五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。五啊，500块我有人要吃啊，五啊。北部价格卖一样而已。哦，对啊，没有说比较贵。来，五啊，我有人要吃。他在北部价格要卖比较高。五啊，现在我有人买无着啊，我最后一尾，我最后一箱啊，最后一尾。我买了。最后一箱啊啦，来。几尾啊？两尾、四尾、五尾啦，六尾、七尾又来了，500块啦，我有人要吃啊，500块。我阿姨500块，七尾阿姨，七尾啦，阿姨七尾啦。我只有一个规矩啊，若无搞好，咱会使来派出所备案小可。500块我有人要吃啊，500块。我阿姨500块我有人要吃啊，我阿姨够有人要吃啊。